排一个小时。这些排在前面的人应该是很早很早很早就到了。安全。现在差不多早上9点，我们就已经到了这个体育场。今天早上的表演赛其实是10点开始，但是我们怕没有位置，因为前两天其实出现了很多事情，然后大家在新闻中也可以看到，什么有人在外面排队排了很久啊，都还不让进去啊，然后什么进去找不到位置坐，只能坐在那个楼梯口之类的，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提早来看能不能早一点进去。然后其实想要吐槽一下这次的停车费，真的是每进来一次就要10块钱，每进来一次就要10块钱哦。所以说，在这个停车费，如果你每天都来的话，你也要花上50块，50-60块，不便宜耶。如果你出去了之后再进来的话，很可能还要再给10块钱，哇，真的是有点坑。一早其实就很多人，可以看到大家走在那个路上，一路上都是要去看今天早上表演赛的人。啊？那不是要排一个小时？天哪，我都搞不懂他到底是从哪里开始排的。就看他这个排队的人潮。然后这一边呢是晒到太阳的，那边呢就是没有晒到太阳的。好像是排到路边去哦。对哦。对，我也是很好奇，因为我看不到他的头在哪里，然后两边都有人。然后我们看到那个排队的人潮是已经排到很尾很尾很尾，你还目前看不到的位置，所以我们决定就不要排队了，我们晚一点进去，就算坐后面一点我们也没有关系，就每个人都有票啊，你没有票进去都有位置坐，只是分前后位置而已。看一下现场前面排队的情况，这些排在前面的人应该是很早很早很早就到了，啊，应该从这边，然后一直排到后面去。终于进去了，现在是早上的9:30的时间，终于现在才让大家进去了。排队。有人想要插队，那边有人想要插队，然后保安也是出来说他不可以插队哦。然后因为其实这个栏杆呢，它只是到这边，没有沿到后面，所以后面很容易插进来人。其实我们策略就是等所有排队人走完我们再进去吧，感觉至少半个小时以上。对，因为后面真的很长很长的队。就问看他们到底几点了。其实应该他们真的是7-8点吧，才啦，至少啦。后面的秩序其实是很难维护一下的，而且很有可能是有一个人帮忙排，然后其他人跟着一起进。哦，身边呢还有很多就是不想要排队，然后又不想要插队的人，大家就在等咯，大家就在默默的旁边等着队伍的结束之后，然后我们再进去吧。刚刚听说好像可能是那个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他们的那个三天了，所以他们的那个二维码没有办法扫，然后所以说现在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工作人员一个的看，他并没有扫。现在9:44，还是有无尽长的队伍在排队的进去。最后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怎么就进来了，现在已经是10:10多，其实还没有开始，然后反正我们终于进来了，然后现在找我们的位置。Peace.
他们四个四个打得超有趣。连下楼梯都要排队，对。
其实是决赛的时候，他有给了很多特别的出场方式，然后还有颁奖仪式啊，然后还有一些灯光秀这样子，就是你身处在其中那个现场的氛围跟在家里面看电视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真的是来现场体验一下，因为我知道其实七月中还有一场比赛是500的比赛，那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要来体验一下现场的氛围的话呢，其实可以选择500的比赛，或者说等到明年也还有继续这样子的一个羽毛球的比赛。现场体验羽毛球的之旅就到这里啦，我们这集也就结束了，那我们期待我们下一次再见吧，拜拜，我是一号羽毛，记得关注我哦。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请及时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我是一号羽毛。